不乖哦，我跟你说过不要乱扔东西，乱扔东西是不对的。哎呀，我还没说完，你怎么又把棒子扔掉了？ iPhone 叉是限量款，你把它扔掉就是把肾扔掉啊，肾透支还保姆发了一个，要不是为师不能动粗，我早就戳你的蛋蛋了。你干什么？放手。哦，你想要啊？你想要说清楚就行了嘛，你想要我会给你的，你不想要我当然不会给你啦，不可能你想要我给你，你不想要我不给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好像说错台词了。出来出来。不可能你想要我不给你，你不想要我偏要给你，出来混大家讲义气的嘛。那你到底要还是不要？哦，讨厌，人家要了。